这新的年，我们感谢你有这个机会休息和跟朋友、亲戚啊联络关系，和有时候传福音给他们。谢谢你，我们机会现在还是可以继续继续学你的华语，带领课明老师帮我们懂得怎么样用你的词语，说给我们信心，给我们一个可教的心来学这个，在这个一个钟头里头，谢谢你，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奉耶稣圣灵的名渴求祷告，阿阿门，门。阿门。哇哦，巴德灿，Hello，新年 Hello，快乐，新年龙新年快乐。恩，对吼，我忘记一件事情哦，rename，来，放华语名，你啊，来，我们放华语名，记得怎么打吗？哦，华语欢迎。了。Okay. 我的唱记得吧，很久没打了。好，你们继续的，改你们的名字，换上华语名。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Sister Rebecca 介绍的这一首，很棒的一首歌。这就叫蒙恩，我的镜头。大家看见吗？一个魔镜就在你面前，蒙恩求你能够听到。只是我，是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明分组谁？It's been already. I find suddenly I find the internet outside very not so strong. No, it's not internet, but just yeah.
在你眼前欢，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传言。我们是蒙恩的子民，奉圣名赐来四面环绕，不仅你会一生跟随，我们是蒙恩的子民，奉上帝慈爱四面环绕，很美丽的一首歌。OK，So 你有看到那个跳舞吗？我的舞蹈吗？有啊，那个舞蹈好美，好温和。嗯，用这首歌来跳的哦。对，有很多这样子的，怎样讲？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舞蹈。其实这是一种敬拜。嗯，一种敬拜。所以说以前当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当小孩子你需要教他们怎么样用肢体来活动，那不知不觉的我们是在敬拜神，用我们的肢体来敬拜神。所以敬拜神有方法，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敬拜是真的很棒。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一学这首歌的歌词的内容，是当你们唱的时候就更懂得怎么样从心里面心灵诚实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好，so 你知道这个教会啊，用这个舞蹈来传福音吗？你要讲一下见证吗？就是他们呢，我去昨天去这个教会，是我的朋友牧师娘 so 他们跟我很喜欢他们的舞蹈。So, 这个牧师娘我的朋友跟我讲他们欢迎妇女来参加来跳舞，他们用这个跳舞来靠近他们传福音。So, 有些已经进入这个进入接受耶稣，所以我很佩服他们用这个这 各种各方法来传福音，来靠近其他的世人，对吗？对对，是的，我们真的是要竭尽所能啊 ，try all our best 啊，竭尽所能哦，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没错，真的是一个方法。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喜欢跳舞的人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接近他们，而且诗歌都非常优美。再加上这么优美的动作，他们就会被神的爱吸引，到时候呢你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首歌多几年我会唱跟他们一起哦。我会进步哦。哇，你喜欢跳舞哇，你喜欢跳舞啊，9岁就开始跳舞了。哦，哇，我就想像 Rebecca 跳舞的样子，
哇，我不会跳舞。哦，所以这星期六去跳排舞啊，三个钟头不停啊。 line dance 哦，嗯，所以这首歌也是其中一首非常恩高的一首歌，然后非常有恩高，很 anointed 的。所以当我们在用这首歌来敬拜神的时候，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这个神的那个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对哈，蒙恩的恩呢，就是神的恩典啊，蒙神的恩典啊，哦，蒙神的恩典。所以可能Brother Steve 和 Brother Chan 哈，我很少听见你们的声音，你可以不可以讲一讲，你觉得你的生命中哈蒙了什么样神的恩典，或者是可以鼓励 Brother Steve 和 Brother Chan 来，你们其中一人分享一下。 Brother Chan， 你在讲话吗？你要我说什么？你觉得你这个心灵蒙了什么神的恩典啊？Maybe 近一点。<笑>他要明白什么是蒙。Brother Chan 明不明白我的问题是吧？Is it blessing 哈 ？Blessing 哈？对 ，What kind of blessing do you receive by the Lord from the Lord？ 讲华语哈，试一下试一下，你不会的用英文我教你。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了，一样啦。保护我，我自己回来回家，没有什么。就是出入平安啊，每天都出入平安啊。 That means 你的意思讲没有说很特别、很冲动那种，就是平平安安啊，那个也是神的蒙恩哦。那也是一个很安安，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啊，不好的东西这样啊。对，谢谢Catherine 姐妹。对的，就是我们在 MCO 里面实在看到哈，特别是那些在 COVID 感染群里面，我们看见这些又起又落、有分有离的那些。 生活呢，当我们有这么平安的日子呢，实在是神的恩典，对吗？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第一首歌词，歌词的第一句就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 ，if I'm favored in your eyes，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就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话，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It means we already in God's favor 啦。 If I'm 我若是 if 啊 有带有 if 如果的意思，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 ，If I'm favored in your eyes，OK，那求你将道路指示我，只有神，我们蒙神的恩才能被神指导。 所以求你将道路指导、指示我 ，point to me 道路，指示。求你将道路指示我。path road 道路 road right 道路 path 指示我。 指示哈，指示是，lead me，OK，指示。OK，我用这个分号哈。lead了，lead。啊，这可以吗？lead，OK，OK，OK，path，慢一点再排版啊。所以使我认识你，只是我去哪里呢？只是我认识你，know you，敬畏你。 Honor you， 敬畏比较多是 fear you， 不单只是 honor， but fear the Lord 的意思，尊敬害怕，所以是敬畏，所以就是 fear the Lord，know you and fear you，
在你眼前蒙恩。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这是第二段了哈，可以吗？我们再看下去哈。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 forgive 啊？ Forgive。对，赦免是 forgive。对，赦免什么？ Forgive what？ 我 our sins。对了。对。是哪一个字呢？赦免。Which one is sin？ 赦免。罪罪罪罪。啊，对对对。对，罪是 sin 哈、哦、，so， 这一个字是亲自，亲自就是神自己与我们的意思，亲自称己呀、啊，哈、哦，生人亲自啊，亲自与我们对吗？与我们一同行走，亲自啦，亲自。啊，亲自可以不可以用 personally 来形容呢？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哈，亲自与我们同行 ，personally 走，同与我们同行 ，walk with us 啊 ，yes，personally walk with us，yes，personally walk with us 啊。对了，亲自与我们同行走，一同行走，我们同行走。OK， 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我们为这个是为为，应该是第二音哈，成为的为哈，这个错了，为以我们为，嗯，对，这个是为你哦，为你。嗯，为你产业哈，产业是什么呢？不知道啊。产业，产业就是什么？ Property， 地产的产。对对对对。Property， 哎对吗 ？Property become your his property 啊。我们啊，对，我们成为一个产业。产业。产业，嗯，可以吗？这个是第二音哈，这个是错的。以我们为你，为你产业啊。以我们为你产业。就我们是他，我们是神的 property 啦，你是讲。Become God's property 呀。对。Let us become God's. Let us become your property. 哦 ，OK。Let us be your property. Let us be your property 是这样讲吗？嗯 ，Yeah, yeah.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以我们为你，以我们为你产业，产业，嗯，这个是繁体字哈，这些是繁体字啊。我们哦哦，嗯 ，so 啊，我们再看下去哈。啊，我们是蒙大恩的恩的子民，子民是 citizen 哈，子民 yes, 也叫 people 是吗？在圣经里面是 he will be our we will be his people, he will be our God, so people 丰盛的慈爱，嗯，四面圣的慈爱是什么？丰盛的慈爱，慈爱 love something love, 嗯 ，something about love loving kindness。慈爱是指呢，神的爱嘛，神的慈爱 ，God's love 啊，什么叫丰盛的慈爱？我们应该把它切成一半，啊，从这里开始看，丰盛的什么？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怎么样？四面环绕，啊，这是形容词，丰盛的也是形容词，慈爱呢也是一个名词啦。慈爱是个名词哈、啊、，so 啊、，so 这个丰盛呢是很丰富的意思。丰富啊啊，丰富。那英文应该怎么说呢？用 rich 吗？嗯 ，rich。嗯 ，loving rich， loving kindness。啊，丰富的
丰盛的，丰盛的慈爱，四面环，四面环绕，哦，环，环，这个是环境的环，它的简写写的，环绕，环绕，绕绕绕绕，环绕。哦，这个也是环绕 ，is it moving around us 啊？是不是 moving？ Surround， 好了啊 ，surround。啊，环绕，环境的环吗？对，是环境的环。你看到我写的简体字吗？嗯。啊，说可能如果看过简体字的人呢，写了就容易看得懂哈。说环绕呢，就是 surround， 四面环绕就是 surround us。嗯Oh, everywhere, huh? Surround, S-U-R-R. O-U-N-D. So, 这四面环绕哈，这四面就是指 surround 的意思哈。你闭眼，围把我们围起来啊。所以神用他的慈爱把我们四周围都给围起来的意思，是吧？可是啊，所以这里你必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会的意思啊，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怜悯啊，恩待，这个是不是 Shirley 啊 ？Shirley 啊 ，S U R E yes Shirley 怜悯啊 ，Shirley 啊，一次 Shirley certainly certainly and Shirley。OK. 啊 ，B 是 certainly and surely 没有错。OK. 恩待，这个怜悯是 mercy 哈、啊。Yes, mercy. Mercy 哈、啊、，surely, all、oh, mercy, surely 怜悯。啊，这个待是待头，你必恩待，恩待是么？恩待也是 mercy 嘛？哈。待，嗯，你怜悯，你同情他，你会可怜。你会同会怜悯对吗？恩待就是 treat well 的意思，有恩待我们，用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也是 mercy 的意思。哦，也是 mercy 啊。Can it be compassion？ 哦啊 ，compassion 啊，是不是？怜悯 mercy compassion， 嗯，怜悯恩待 is a I think it's a verb， you know， 恩待 mercy. to have 怜悯这个待是。祷告那个一样吗？好像什么？这样恩待是不是？哎，不一样。恩待是不是compassion？ 对，恩待有 compassion 的意思。哦、，so mercy mixed with compassion 啊 ，compassion。啊 ，mercy and compassion。啊 ，OK。C no compassion 是啊 ，P A S S I O N。啊 ，I O N compassion 啊。Compassion 哈。嗯。太棒了！你们学英文吗？你们学会有一生。这个待呢是等待的待，对待的待哈，这个待不是待倒的待，待倒的待是另一个待、嗯、啊。所以这个待的意思有等啊，等的意思啊。不是这个待它是有等的意思，但是在这个词里面的意思是对待我们的意思 ，treating 的意思。Yes. 哦，对待哈、啊，是对待啊，对我们呐、啊，对我们。Treating us with grace, 恩是 grace 嘛 ？Treatment 啊，怎么 treatment 啊？用恩典来 treat 我们，用他的 grace treat us, so it's compassion. 哦，OK， 怜悯啊，怜悯。啊，好，对待我们 ，OK， 怜悯，怜悯，恩待。啊，这个你会 WhatsApp 给我们哦？会，我会 send 进群里面。啊，对 ，OK。啊，我会 send 去群里面，哦。如果我没有向你们提醒我、okay. 啊、我怕我忘记那好像上次我不知道了、嗯、我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没有无尽的恩惠一生无尽的恩惠一生、啊、无尽就是来那个尽是什么啊忘记了尽头不是尽是尽哦尽啊无尽啊尽无尽的恩惠、啊无尽要怎么形容呢？就是没有尽头的意思 ，no end, endless。对，嗯嗯，哦，无尽哈、啊。啊 ，endless， endless， end 的意思。尽这广东话怎么讲啊？尽，尽头啊，尽啊，哦，尽啊，
No ending, that means no ending. Endless, no ending. Endless. Mercy, benefits. 因为 跟随就是跟着的意思了，跟随是一个名词，我们是从大恩的子民，接下来试一下，奉神的慈爱，repeating，奉神的慈爱，奉神的慈爱。 明白，要快一点哦，快要九点了。对，等一下我们唱这首歌还没有唱呢。刚才唱了，你还没进来的时候唱了。啊，对对对，我还没有进。再来，比怜悯，比恩待，比亲自我同行。OK，一样的哈，一样的啦。最后一段。 以我们同行，阳脸光照了，光照阳脸，我们学过了，学过了，学过了。好了哈，在你眼前蒙恩了。啊，来这个恩惠，我找到答案了，更好的形容词叫做grace。哦，yeah，grace啊，恩惠啊，grace啊，OK，好，这边哈，OK，so好，grace啊，恩典，恩惠也可以是，grace。啊，我们在没有很多圣字了，没有很多圣字哈，都还可以对吗？可以可以，有一两个，一两个字。再读，还是要读了再唱。读了再唱咯，快点读了。好，我们就连一口气读下去。啊，一口气读完啊。OK，好，来大家一起开声读。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同行走，以我们为产业。来下一段，我们是哪里呀？看不到，我们走。 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蒙大恩的子民，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奉神的慈爱，环绕，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
最后一段。我若在蒙恩，不求赦免我们的罪，你赦免我们的罪，罪与我们同行，扬脸照照在灵前蒙恩。我们就唱一唱这首歌哈。At even this, we believe reversing diabetes is possible. 神让泪光照。哎，开错了。Oh, where is my song? 不见了。等一下啊，我的歌不见掉了。听见声音吗？没有、啊、可以可以了。 Thank you， 你给我那个 web link 比较容易啊。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让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我在你可以了哈。若在你眼前蒙恩，下半段继续。求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同行，以我们为你传言。风声彼此爱似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不仅你回忆伤人碎，我们是
前蒙恩成为你的子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找到那个经节了。这个经节呢是出埃及记，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是哪一章吗？ Exodus， 对，埃及记是 Exodus 33:13。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说他的歌词呢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所以是出埃及记33:13。嗯，大家要不要一起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没有拼音的。<笑> 读一读这个。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道路，道致是我，对吗？是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嗯，好，大家可以吗？嗯嗯，Brother Steve，想听听你的声音哎，Brother Steve。啊，可以啊。可以啊，来读一下。啊，可以啊。I have two questions。我读不出来，没有那个音拼音。没有拼音不行啊。Mr. Chan 可以啊。Mr. Chan 可以啊，Brother Chan， 哇。 Pointed to you 点名了，来，马德灿。还没，可以了，试试看啊，我们帮助你哦，试试看。来试一下，试一下。我们帮你。我们帮你啊，你看。多谢我还没记得。来，我如今。你读，等跳过去了，不会就跳过去。你不会，你跳过，我们跟你一起读，好不好？啊啊啊 ，OK。 这个，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 可以认识你，蒙恩，求你将道这名是你的名。阿门。对了，你看，我们可以的，多操练，多操练哈。好，嗯，我们再来唱一遍吗？还是在。 先读一遍吧，哈，我想听一听弟兄来读，一人一段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祷告文哈，然后一起读一读。来，前面我觉得前面第一段呢，大家一起读到后面 chorus 的时候呢，可以一人一段，好吧？我们试一下看。OK， 来 ，brothers， 加油！来，前面第一段，一二三。 我如在你眼前蒙恩， Amen.
求你，来一人一段是吗 ？Sister 是吗 ？OK， 求你将道路指示我。来 ，Brother， 是我认识你，敬畏你，阿门，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近你，我们一同行走，行走，以我们为你产业，来，大家一起吧，这是我们了。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奉圣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怜悯，你必亲自与我同行，与我同在。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与我们同行，仰脸光照，在你眼前蒙恩。好 ，Brother C， 这里可以吗 ，Brother C？ 有听到？这里可以吗？这一句你能够读吗？读得来吗？在你眼光明恩。眼前，这个是前面的前。在你眼前明安。蒙恩。对 ，OK， 好。在你眼前明恩。在你眼前蒙恩。在你眼前蒙恩。说出埃及记的33:13，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好，我想呢挑战大家一下，我会把这个经节呢发进群里，但是我不放拼音，我会放语音。大家每一个人呢，学习了过后呢，就把你的语音放进群里面，这样子好不好？再讲多一次，再说一次，我会把这个经节放进我们的 WhatsApp 群里面，我不会放拼音，我不会放拼音。但是上面的那个歌词拼音照旧，就是会跟现在一模一样。那大家呢，我会把语音，就是把这个经节的语音放在群里面。如果你想要抓那个语音的话，你就可以从 WhatsApp 里面抓出来。但是这里我没有放汉语拼音哈，所以大家每个人回去练习了过后，你们就把你们读的，你读的，比如说 Brother Chan 读的，你就语音按。然后发进群里面，这样子的话就操练大家的信心。今天的祷告是让我们都有信心来传讲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操练，一个 practice。好，我们一起来操练一下，可以吗？我们的 homework 啊 ，yes， 好不好啊？好，所以简单的来，又可以实际一点。那比起单单只是写和看。跟我们把它讲出来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把它读出来，读出来。如果读了有什么地方读错了，你会改我们吗？可以啊。
可以啊，如果是有偏差的话，我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哪一个音要改一改。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一个新的挑战。OK， 可以哈。啊，所以这是大家的 assignment， 感谢主。好，我们还有一个10分钟，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有什么疑问？ 我们的 office 哦，那天拜年呢，说老板说讲华语嘞，说每个人拿两粒那个橘子来，说去拜年，等于说新年快乐啦，很多字你可以讲，那华文不是4个字咯，等讲到没有字，等我们就掺啦，掺进去讲，先福杯满意，哦，等看你讲什么，天天等我就掺进去说常常喜乐。 等我讲彼此相爱，等他们就笑了。每个人，actually Chinese words， 因为我有一个红包 Chinese， 他讲常常喜乐，英文是 rejoice always。 等彼此相爱就是说 love one another 啦，就是说 Chinese 的东西这样啊。So 啊，就是每个人掺进去讲哦，步步高升哦，什么这样这样啦，全部讲。啊啊，对，这叫做接龙，我们叫华语叫。 啊，对对啊，很多，一人讲一句，一个人讲一句，对吧？啊啊啊！就是说我的朋友，我讲这个话，你不要讲，就是说变成重播了啊，说不要紧，多讲一次了啊啊。OK，重复，所以大家就接龙一起一人讲一句，说这是很棒的一个练习来的，就是华语呢有一个美好美丽的地方，4个字，那么那些水准更高一点的呢？ 他接龙是你要接我后面那个字哦，这样就很难了啊啊，好像 fun learning 啦 ，fun learning 有好有笑有什么了，他们放的那些字咯，好像生意兴隆啊什么生意，生意兴隆啊something 啊兴隆，改天我们进步了，我们也是可以学这样，学明年的了，现在学明年。 哇，good student， 我们用1年的时间来学习祝福语。啊，4个字啦，很多啦。That's why 华语的意思很好，等我们就笑了，讲了就笑了。啊，其实 Sister Catherine， 我看到的是什么哈？因为哈，他们不认识耶稣的人呢，或者是信者呢，他们会讲什么恭喜发财啊，生意。啊，对对对啊。这个是一种祝福语啊，就是叫生意兴隆呢，就是指说祝你的生意。 非常的发旺，非常的兴隆吉利，兴隆吗？哈，兴隆啊，是你的那个生意很好的意思了哈。哦，生意兴隆啊，什么是？那个龙啊，是龙的那个龙啊？不是吉隆坡的龙。哦，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啊。啊，所以当你在讲步步高升还可以啦，就是神也要我们。哦。 啊，节节上升的意思。那还有一个你讲到很美的，就是彼此相爱。哦，彼此相爱啊，就是我讲彼此相爱，在 office 每个人笑咯，啊。对，常常喜乐，对吗？啊，对对啊，常常喜乐。等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常常喜乐，英文是 rejoice always， 我们要 rejoice 开心。And then 彼此相爱就是做工不要相骂了，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你感谢主。 哎，那个老板跟那个小的职员，shake hand 握握手，他说：“哎呦，你可以做我的儿子。”等我就跟我老他们就讲解释，这个相爱不是那男女的相爱了，就是说我们有爱心、有爱护这样的那些了啊。对，以爱相待，彼此。啊，呀啊，那个意思啦。对，是以爱相待 ，in peace in harmony 的意思。啊 ，in peace in harmony 啊，对对。 对，所以你把耶稣的爱带到你的公司里面了，感谢主哈。所以，甚至我们可以，就是多多记得哈。当我们记得，actually，我 Chinese New Year 我都有给拍那个，不是跟你讲这个咯，你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啊，我给你看这个，我拍这个啦，我拍这个给很多人啊，这个啊 blessing bus driver taxi 都有啊，全部都给啊。嗯，他是有钱吗？啊，是红包吗？ 你们有钱吗？哦哦，我有给他们，好像 bus driver 跟 taxi 我有给了一点点啊。啊啊！我第一天我有感谢主啦，我说因为那些 taxi driver 他们牺牲去载每个人去拜年嘛，把我第一天我在路边在等车的时候，我说
thank you God 这样啦，那个 taxi driver 跟 then 我有给他们这个红包啦，一个人一个。我忘记了你在哪一区啊？哈？你住在哪一区？哦，我是 Balestier area 咯，Balestier。哦，说你是也是新加坡的啦。啊，新加坡咯。然后这个我跟还没有遇到你。 哦，可以了，有空我们可以见面。你们聚会哈，你们聚会记得要 post 群一下，拍照 post 群一下。我有给那个driver， and then 我去 bus stop 拍，讲一点点了，有些人接受。我有给一个女孩子哈，她是卖衣服这些 ，then 她看了哈，很 interesting 嘞，她看到华语的，她是华语的，她就看到那个意思哈，她这边写。 什么失落的福气哈、啊？他说哦，我10年前呢、啊，我很低落啦。等我就跟他解释了，说我们人生会有低落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像在你的里面还是帮助你了，还是比如讲生病了，只有主耶稣才可以帮助你。等我给他，等你还要什么？等他说他自己会读了，他有兴趣的，要改天接下去了。只有一两个。 我给他们有兴趣，跟他们讲一点点，其他的我只是分，希望神的什么？你讲 Holy Spirit 啊，圣灵会叫他们去读了，因为我 I do my part 啦。嗯，对，因为这个时候真的很好给嘞 ，Hawker Center 什么啊，他们很高兴你给他这个。哇，嗯嗯，哥，你那个红包是哪里买的？哦，我是教堂拿的啦。哦，Actually。 啊，教堂有些有一些有分呢，把这个是专门给我是去 Alive BB Church 啊，把 Chinese New Year 才有分这些啦，所以它有华语跟English and Chinese one，English and Chinese is a very good gospel track 哦，and then the last part 啊，它 you can accept Jesus and then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啊，then 后面你 tick 啦，你可以 send by post to 那个不懂什么 Campus Crusade 啦，I think Campus Crusade or what 呢？ You can ask Campus Crusade lah. Singapore every home crusade lah. The track is belong to, but I don't know lah. But the church distributed by who? That means 你可以跟 Singapore every home crusade or they say distributed by what church? I think quite a lot of churches are maybe to distribute lah. So only New Year lah. After New Year 也是可以给 lah, but I mean not Chinese New Year already ah. 只是 read inside the gospel only. 所以它是一个 angbao packet 是吗？ 哦，不是了，他 actually 不是，因为有一天我忘记我没有那个红包 packet 嘞，所以我 fold into a square， 然后放一点钱，然后我跟 driver， 我跟那个 bus driver 讲，我说我的 red packet 不够了，说，我还是可以是红包 ，people mistaken as a 红包喏，啊啊，so actually this one I put inside the 红包 paper 喏，I put inside that looks quite thick， 啊，说我放几块钱，有钱啊，不是说没有钱啊，啊，给他们 blessings 啊，这样咯，这样。 嗯，对，一个意思啦，啊，对对，哎，我有给哦，等有一些我去 TCM 哦，等有一个男的，不要，我们是拜老鸭，拜老鸭 ，they pray to Buddhist， so 有一些拒绝啊，不用紧啦，至少有接触过哈，你已经就是尽了你的能力去传，对咯，对咯，对，所以这个福音单张呢，就让我想起有一个长老，就是我们的长老哦，他。 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呢，他就好像以前你讲的那一个这样，哦，我是拜拜的，我不要这些。那么，当他的生命进入非常绝境的时候，他想自杀的时候，神就用这个单张来向他说话。他说：“不懂从哪里飘来的，从他的门缝这样就飘进来。”然后他看到那个单张，他读完了，因为人进入绝境，对对，求神就是。 绝境的时候，当你是disappointment，until有人对对啊啊啊啊，的时候哈，他就开始读了过后，他就开始呼求神，他说：“你这位耶稣，如果你是真的，你让我经历你，哇哦，这个祷告，呀呀，这种是 very effective 的啊啊，因为我这样分，比如讲100张了，let's say 有一两个了，I also don't know 一两个，我真的不知道神会带那个人啊啊，对对，所以。 要看眼前，我们要看到永恒。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好像撒种嘛，哦，啊啊啊，就是撒种，对对啊，有什么时候收割，什么时候
成长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收割，那是神的工作，不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你就不会有重担，你就越分越喜乐。如果是有一些时候，当尤其是我想起以前哦，我刚开始跟着分班长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失落感，因为看不到成果。哦，对对，啊啊。But Chinese New Year, 我也是有给一些好像亲戚没有信主了，讲一点点啊，rather than 浪费那个时间呢。 啊啊，所以我有讲，所以讲，这很好的一个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亲人聚会的时候，所以我很喜欢的就是红包，我们一定要分红包，对不对？在红包里面放一些祝福。对对，我这几年就是这样做了这几年，啊，连我这几年。 放红包，说 第一个 bus driver 我就给他了啊， 不是说每一个两啊，说 a certain amount 家人啊，我们的亲戚啊，有，对对，我有给 whether 他们信主没有信主，我都有放一里面，他们可以另外拍给另外一个人啊，所以我有给了，也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比如好像我今年跟孩子做的东西就是，我们就跟他们说 OK， 你去找金结祝福的金结，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写在一张纸上面，把它折成一个小兔子，兔弟的啦，小兔子，然后放进红包里面，红包里面也是有钱的。哦哦，呀呀，祝福他们，希望他们打开那个兔子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金结，你不知道神会怎么做工，所以这是一种祝福的方式，我觉得这个祝福比那个金钱的价值呢，对对 ，correct， 不是那个钱啊，就是说一个意思，我也是有给一个。 工人啊，一个洗楼下的地的 ，then 他是 Malaysia， 他是我问他你在哪里，他说 Negeri Sembilan 印度人，所以我也是放钱，那个我放多一点，因为是楼下工人啊，这样。我的小组也是用这个方法，我上星期五放那个经文在红包里面，啊，每一个人拿出来读出来，也是要发表。 我们每个人的看法了，就是这个经文怎么样对你讲话了啊？哦哦哦啊，这个一个方法 ，actually 我有买那个红包了，一个红包大概1毛钱呢。现在你有钱也是买不到，因为是中国以前那个 one of the bookstore 哦，他去中国买了，说我有很多。 then 就是说常常喜乐 ，then 彼此相爱，还有爱在我家 ，then 有一个是神就是爱，很好嘞。所以我去买那个没有了，假如你派出去那些红包，他们钱拿了就撕掉，浪费了，可以 recycle 那个红包，很好嘞啊。再过来，有一次，Zoom了，我有另外一个。OK OK OK。好，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好。 我可以请Brother Steve， 你很好不容易今天进来了哈，下个星期8点钟哈，约定你哈，我们一起快快的进来，因为有很多细节呢要教你哦，好不好，Brother Steve？ 8点啊，哇，你有就说，我就要开始进来，你不要9点才进来，你有八点，真的很好嘞，你讲9点。 快快讲 ，OK， 9点开始，但是我8点要你进来，是因为我们会花时间教你怎么进来。如果你去讲，OK，老师，OK，明白吗？好，没了，可以吗？你讲什么就可以了。感谢德，那我可以请。You are the boss. You are the boss. Oh, praise the Lord. God is the boss. 我们要一起成长哈，Brother Steve，我问你，我可以用那个 link 你给我进来的吗？不能，下个星期不能用了。哎呦，你这样啊，那 you follow 那个 link 了，因为那个 Luma 的很难啊，我不会啊，头痛啊。没问题，我们下个星期。 8点约定了哈，八点的时候我要你solve out这个问题，一定可以的。你给我 link 就可以了。No shortcut 啊 ，No shortcut 啊。那个我不会啊。可以的，我教你，我们下个星期再来。找不到那个 WhatsApp 的 link， 那个 code。OK，Brother Steve， 要 say yes to the Lord。
Okay, thank you. 我们努力，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慢慢讲哈。现在我要请你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 Mother Steve 可以替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 Okay, okay. 嗯，来。 Lord Jesus， 我们感谢你，这今天的课程学到很多新的字，我们感谢我们的老师革命教我们这么耐心来读今天的lesson，请你 bless each of us so that 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见面。 In Jesus'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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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好的开始，不错不错。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下礼拜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新年梦。拜拜，See you。拜拜，See you，See you。谢谢你了，老师，叫我们这个大家。 Okay, bye-bye. Okay, bye-bye. I will end this Zoom. Okay, bye-bye. Bye.